又离车子更进一步，一整本买下去，又放车子，又放一堆现金，那不合理。所以我们如果刮少，就是离车子更进一步。我不要钱呐，我要车子，直接车子开回家。是傻小啦，2000万，这边总共奖金8000万，这边全中，我们直接身家快过亿了。1924，已经5000了、欸，有没有机会突破5000？哇，又3000呢、欸！哦，10000了呢，就这样10000了吗？哇塞！可以当衣服穿嘞，这有点多呢，太多了吧？我们就一张开2000万回本就好了，那比较简单明了啊。我们一张就是2000嘛，我们回本最重要嘛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来，等一下就是这有幸运号码，两个对到就得奖金。先把这个号码都挂出来，14个100000万100万千万2000万。来，幸运号码挖出来，对到14，我们直接发财，直接退休。可怜可怜呐，不一样。第二个看一下，挖出3个同样金额，就拿到该奖金。Let's go， 100万，1000块，2000，2100万。右上角只要再中一个，不要两个，一个多三个都行。没关系，第三个我看一下，第三区还有第四区都是直接刮出来就直接得该奖金，那我们就最后再刮。第五区就是跟第一区一样，就是一样是幸运号码对我们号码，来，我们幸运号码刮出来，有一个21。对啊，你目前是零，没关系。第六区看一下，我的钱袋大于对手的钱袋，值得该奖金。我们先刮奖金好了。哎呀，看到张公鸡下意识吹一口气，我脸在那个把那个银屑清掉。来，43，没关系。第二个来，碎。嗯，看我又看错，这50。OK， 没有。阿菊不怕不怕，大奖都是一口气中，我们离大奖越来越近了。你这样说的没错，然后还更点醒我了。都没中没关系，最后一张只要中2000万，直接回本。84两个对到就行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目前1000，稳的。3个0，直接零了。3个0。OK， 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们现在1000，好不好？直接下一张。你知道我那天第一张是5000，我以为是好的开始，结果亏了13000。那我刚好就是相反，刚好就是倒吃甘蔗，越吃越甜，直接车子开回家。我不要钱呐，我要车子。来，还有很多张要刮，我们速度。OK， 还好没中，因为我不要这些钱，我要车子。嘿嘿，还好。再来一个零，再来一个零，不是这一张没有哦，0块钱都没有，100块都没有哦。还好没中，因为我不要这些钱，我要车子。可怜呐、啊，开心。还好没有刮中，这样我们又离车子更迈进一步。第二张目前是零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让我们中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一次气大，碎哦碎哦，又离车子更进一步，一整本买下去。又放车子，又放一堆现金，那不合理。所以我们如果刮少，就是离车子更进一步，完全合逻辑。05，2个05，给2个05，就是我中200两个嘛，再多来几个05。哦，这张有了，这张有了，刮到现在已经12345，就中1000喽，1000以上喽，哦。1234567890，2000直接回本。哎、欸，你以为我会把刮出来吗？我不刮出来，我们先刮这边。哦吼，
这张有料呢，这边已经中200了，我们来刮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来刮这边。最最最最最，目前累积2200，好不好？2200。这给那么多25是怎样啊？这里有2425，那上面又是2425吗？2524，哦，这边有1000，这是怎样啊？这是要全中的意思吗？这边有1000是不是啊？来，我们再刮这个。200 OK， 又是200，这个呢全部都是200 OK OK， 这张稍微回本一下，我们的车子已经慢慢构成了，方向盘都齐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们拿张铁尺是不是，我看一下。 5 minutes later， 拆刮布真的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傻小啦，2000万，10万，这边总共奖金8000万，这边全中，我们直接身家快过亿了。哦，人生第一次刮这么多刮刮乐，刮到腰酸背痛，好累啊。我去换一块菜瓜布，会刮得更快，好不好？我拿2块，一块一个笑脸，可以哦。我觉得这一块要出车子了，它有一种魔力，我感觉好像拿到一个力量一样。奶奶的，又是600，有没有人是直接买这个，然后其他都不刮，直接把 QR code 刮出来，然后叫店员去扫？你没有看过有人那样吗？以后代刮要收费。太累了，不然我要分10%。太累了，来，我们继续。10、1000、10、1000。Holy shit！ OK。16、17、18、19、24哦。19呢，19、24，已经5000了，有没有机会突破5000？哇塞！哎，2000，哇，又3000呢，这张10000了吗？我觉得我关我这桌子要换呢，好要嘞，以后带瓜要收10%。然后还要付桌子加5块菜瓜布，不然不刮。女生吗？女生不用啊，就来陪我一起刮就好了，坐旁边就行了。哦，10000了呢，是哟是哟，哇，人生这辈子刮刮刮乐最大奖，也是我们开始到现在刮出的最大奖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我们已经26000了，舒服。我是不是应该先问，如果等一下我的车子你会借我开吗 ？BMW 白色豪华休旅车。No， 不要，拜托一下。你的技术没人敢借你开。来，最后一张了，要不我换个顺序，反过来好了。我每次都先刮这几个，我们只是先把单一中的刮掉。Holy。这张有料了吧？只要中10000，我们就41000。好，我们开始。这边是零呢？难道这是最好的吗？不可能吧！这边全部都是2000万，是怎样啦？全部都是2000万！叫叫叫叫叫叫！有哎、看错了啦，又是05，那个5每次都看错，哦，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，我们总计32000，总计32000，菲尼克没办法把你那个房子马上增大了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你变瘦，房子就变大了，房子还是可以变大，只是用不同的方法。我信你个鬼！